那么，在这个规划建议当中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"十三五"规划十大目标之一，首次写入了规划。环保行业的分析人士认为呢，"十三五"期间生态产业年增速将超过20%，总的社会投资有望达到17万亿，污染治理行业或将迎来高速的增长。